带来的是扬琴的齐奏，由周翁晨、廖以言来演奏，《孤岛极光》处女作。那我们的欧中晨小朋友不仅在音乐的学习上表现得很出色，他羽球也打得很好，今年也考上了二轮国中的体育班，是个能舞能舞的小朋友。那以言他虽然外表可爱，但他在演奏的过程中非常的有气场哦。那让我们等一下一起来欣赏两位小朋友为我们带来的表演《孤岛极光》处女作。Thank you.
让我们谢谢。